全台湾敢若有三间以文在尊神为主神的庙，台湾文在神的开基祖庙就是嘉义文在殿。分灵出去家庭，公庙的副驾差不多有500尊，香火真旺，也是地方信仰中心。嘉义文在殿有两个较有名的特色，第一个是特殊的香炉外形。这炉足特色的，这个一个元宝，啊，在现在就是拢。较早拢摕元宝嘛，伊就做成元宝炉，就种插红插香。文在殿另外一个特色是财神爷的卡勒。今日文在神有金石矿场，即庙里所行拢好爷嘛。文在殿外祭宝、宝财库的救灾仪式，拢是金矿场负责，这是甲其他的庙上无共款的所在。财神阁有分做正财甲偏财，正财是为工课、路通所赚到的。偏财就是意料之外的，参像乐透。因为文在殿比刚讲讲话收得，心和皇帝乌调，所以袂偏心，会使掌管天下的财库，属于正财。一寡种植啦吼，一寡保险的啦吼，啊一寡业务的吼，拢来找咱财神爷，因为这较财神爷算讲较正财。他刚见面还没见到我就来过了，那时候就结缘了，欸，他很灵验。就是跟文财神神有那个有缘呐，我是所以我经常过来拜拜啊。文财殿除了给民众参拜以外，长期进行慈善事业，有成立一个文通慈善会，来代财的同时，嘛是要为弱势尽一份力量。吼，咱这有分开，文财殿这边做囡仔，即应该有参加弱势教育基金，啊咱。文通主神的，基本做讲急难救助啦、西关啦，是话急难哦，紧急的，就是咱文通主神的在做。啊，文通主神的甲文财殿是拢结合，迄是咱财神爷的主神的。这也顺便可以做那个清安补助那种捐款啊，哎呀，很有意思啊。在文化保存方面，文财殿嘛出钱出力，举办的比赛除了有奖金，路费嘛有补助。前两年因为疫情停办，今年已经计划重新来举办。上特色是咱办一个财神杯和民俗技艺竞赛，哦，已经今年第九届啊。文在殿帮助弱势，互因摕到补助，会当有搁较好的生活，搁有办活动提升语文风气。文在殿唔那是地方上重要的信用中心，嘛会使讲是在地的力量。丁正一步，地如心，还得安。嘉义市报道。